要發展，要有平台，要有人才，而 J-HUB 呢，就是這個平台。希望未來的日子能夠幫到香港一班有創意的年輕人在這裡發展，提供地方有給興趣發展珠寶業的 R&D 的人才。開幕典禮，同大家一起見證呢個對貴會同埋香港珠寶業發展都十分重要嘅時刻。我哋希望成為香港珠寶製造業新一代嘅搖籃，帶領我哋本地珠寶業邁步向前。我相信喺各位業界朋友嘅努力下，香港將會繼續喺國際珠寶舞台上綻放耀眼嘅光芒。